会主要演员陈柏霖、郭雪芙，还有小童星林格宇一起霸气走红毯。这些内容讲述律师们叠对叠较量的戏码，也有生活中人们对于冰冷的法律时写实又动人的情节，以幽默欢乐的风格来诠释严肃的法律，也带给观众满满的爆笑情节，在欢笑中思考正义的真正意义。